大家好，我是 Zachary， 今天来清迈玛雅那商场里面吃饭，因为这里面有活动，充100送50，中午我就来这里面吃了。我点了粉肠和阿拉伯米饭，本想晚上还去，结果到了一看，说一天一次，一个人一次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去过，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后来就拿上我的100元走了，去了一个缅甸的餐厅，结果现在是泰国的新年，在此期间不开门，无奈只能骑车回家，在家门口吃了一份蛋炒饭，一份鸡肉炒饭，对于男孩子要吃两份才能吃得饱，总共是60元，合计10元人民币多一点。接下来就看看中午我在玛雅吃的100元，充100相当于150，然后吃的这些美食吧。肠粉儿，肠粉儿是肠粉儿60，这个是阿拉伯的，这个饭也挺好吃的，是55。然后这个是意大利草莓苏打水，35。刚刚好，100块钱，可以吃的好好。100的话，相当于不到20人民币。那准备开始吃了。